好，你而家喺一个较为高阶嘅大比内侧肌肉伸展同埋肋骨嘅喐动啊，咁点做咧？踎低第一件事，咁啊八四十五度向出啦脚板，咁踎低之后睇下膝头哥有冇特别唔舒服。咁你要做嘅就系左边膊头顶住左边大比内侧，手揿地之后咧，慢慢转身。咁跟住做嘅时候咧，个大比唔好缩埋一嚿，尽量打到最开，之后倒转右手左手提。